欢迎收看牛舌频道，我们现在在园林来吃三金制面了，没有错，这是我们随机找的，对，看它外观蛮文青的，我们来吃吃看好不好？走，看起来很可爱，哎，小而巧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可以用吗？对，几位呢？四位。我们刚刚点餐是用 QR code， 而且我发现，你看，还是有点小心思的。你看，这不是吃的，这是可能是除了装饰之外，可以让它放卫生纸不会跑走。那有味道吗？闻一下，没味道。装饰而已，装饰啊。这个店目前给我感觉就是小而巧了。重点是东西好不好吃。来来，那我们来吃这个茄子红烧拌面，来吃吃看。这个要拌一下。有拿到那个碗，好可爱，然后那个裸上那个碗。我们刚才刚才拿个空碗给我们一下，这样比较好试吃。嗯，也蛮漂亮的哦，漂亮的，陶瓷的，对。先吃看它那个豆皮，卤的颜色很深哎，很透，哎，很透，吃吃看。嗯，每一碗就一条豆包，好香哦！不会太咸，面皮好吃。嗯，它面好 Q 哦，而且非常的入味。嗯，有没有看一下？油油亮亮。你猜它这个辣度是有一点的，稍微，也稍微有一点。我看一下很明显，也是卤得很透的那种，嗯，好软，这火还真多了，嗯，我觉得是好吃的拌面，好吃的，嗯，三椒。试试看，三椒味道就比较不会那么重。嗯，我本身更喜欢吃三椒，味道刚刚好。这比较好，嗯，嗯，本身没吃到那么重口，其实是喜欢吃重口味的人应该会很喜欢。生椒这个对我来讲，刷嘴，一口接一口那种。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冷面，它有加胡萝卜丝跟小黄瓜丝，试看啊。靠！我以为它只是普通的凉面，它面更 Q 哎，而且味道也有点不一样，好吃哎。这跟拌面不一样。不一样，它的面一样的面体，但是还用冷的，好 Q 哦，好弹牙。你
再吃一口，再嘴里跳舞，你吃看就知道了。很弹，以夏天来讲是，夏天我蛮爱吃的，好 Q 哦，很 Q 啊，超 Q 的，在嘴里跳舞，可以看一下那面皮，哇腰腰腰腰，我们吃下那个酸辣青酱冷面。那个酱看起来有点像意大利面的酱，应该就是啊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他们自己做的不太一样，仔细看一下，然后比较水一点。可以吧？这个更下饭。吃的更开胃了，因为它吃起来酸酸的，是那种会辣吗？柠檬香不会辣，而且它青酱味道不会很重，吃不出青酱的，反而是柠檬香，好香哦。我喜欢。好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那我们也是厉害耶，随便找了一家。真的。这个好吃呢，它的味道都调得跟别人不一样。对，每个都让你想不到。嗯，只有麻酱有一点点像外面的凉面，但是你认真吃有差别、啊，主要是那个面皮啊。来，这是店家招待，白木而已。玫瑰跟百香果，这是玫瑰，很漂亮。这我就直接喝了。味道淡淡，没有调味，一喝就到自然，一点点玫瑰香而已。而且有机，难怪喝起来很健康啊，就是没有那种得了下上头的东西，没有添加一些有的没的，喝得很自然。啊，这是百香果，你看，我超自然，一点点甜。就一分甜嘛，然后以外就全部都是自然的味道，我就是喜欢喝这种。目前吃下来啊，我觉得每样都有它的特色在。它拿上来的时候，一开始我还觉得有点普通，就吃起来没有，有点让我想法以外，有点跳、啊。我觉得还不错。真的好吃，每个都有特色在啊，真的。那在那个就很舒服。对，很温馨啊，啊音乐也淡淡的这样子，有点舒压的感觉。然后咖啡厅。真的有一点点像，你没跟我讲这是面店，我还是咖啡厅，吃起来还不错啦。那这一间就介绍给大家，那我们明天要结束了哦，准备第二集的节目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年产片量会增加啊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哦，一定要订阅我们啊，甚至强迫你朋友订阅我们哦。你看连我家猫都疯起来了啊，爽一定要订阅就是了啦。不爽啊！啊，不爽再看一遍啦，看到爽为止啊，强迫我们订阅就是了啦，马上冲起来。太凶了啦！